这是 DV14 在这一台，这个是那个是 DV1， 给我们介绍看一下。啊，可以看到我们样子。那这一个，这是我们安装天线的工具，这两个都是，这是用来安装我们天线的。然后这，这里有一个。这是我们天线的正子，这是我们天线电子正子。那还有一个，这就是天线的主体了。我们安装的时候可能要注意一下，因为天线是其实是有分方向的，我们必须是要这样向下的，这里要向下，是要这样装的。其实是，首先我们第一步是先装我们的正子的，我们这是正子，把它拧在我们的天线上，然后这就一定要拧紧。记住这里一定要拧紧，因为我们是安装在高空上的，是风非常大，如果不紧的话非常容易掉下来。这里，那这一步就 OK 了。我们要怎么装呢？首先是先把我们这个螺丝拆出来先。一个片片就好了。拆出来，有人这边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就穿过来，把一个这个放过来，然后我们的杆要放过来。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要记一下，是因为我们天线有分方向的，这一条是向下的，一定要对地面，就说这里有个接口，这个接口要对地面的。然后就把这条我们要装的杆放上来。然后还最后一个，这样，然后上螺丝。一定要不可以收，一定要拧紧，这样就 OK 了。首先就把这个接头装到我们的天线接头上，然后一定要拧紧，千万要记得要。
之后呢，就要给我们的防静电胶布缠住。外面再要一层背光胶，那就也 OK 了。If you enjoy our video, don't forget to give a big thumbs up and subscribe our channel. See you next time. Bye!